水旺大德，这里，阿北高兰呐，来，谢谢哦，哎，二四一，哎，哎，什么是你啊？草爸，我现在是和和的照护员了。哦，恭喜哦，哎，谢谢。有你帮忙了，秋满应该轻松一点了。是啊，阿北的儿子今天上班，所以让我带他过来。哦。你怎么样，阿德哦？侬困未起啊？哦，阿伯最近经常会半夜起来，然后检查厨房的瓦斯还有电器开关，而且会反复检查，所以啊，半夜都睡不好。我就想，迄个事唔知有关无，足危险的啊！哦，为了大家的安全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啊，对啊。但是你困不好，身体也不好哦。阮爹妈拢我来甲讲啊。我们不要让孩子担心，我给你做电脑断层检查啊，看看什么原因让你困不好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啦。你给阿伯开 CT。医生讲要甲你做检查啦，哦，检查看卖看什么原因哦，让你困未起啦。啊，你免烦恼啊，我伫只陪你。好，不担心啦啊。好，多谢啦。好。哎呀，你在做菜啊？啊？哎呀，老婆，我不是说我出去买个便当回来吃就行了吗？你干嘛那么累啊？冰箱菜那么多，把它做一做，消化消化。哎呦，你这是在做素食锦呐？你喜不喜欢吃啊？哎呦，我太喜欢吃了。哎，哎呀，我老婆做的素食锦真是没话说，连餐馆都没得比。哎呀，手脏不脏啊你？忍不住。哎呀，赶紧上上去，不一块吃啊？我累了，我一会儿吃，我出去透透气儿啊。哎呀。老婆，起来了。哎，自个儿做的菜，趁热吃一点啊。啊，我晚点再吃。你干嘛搞得这么麻烦呢？这哪叫麻烦呢？哎，你看，这吹吹凉风，晒晒太阳，再吃点小菜，这日子多好。来来来来，吃一点啊。我都说了我不吃。哎呦，你就吃一点嘛。啊？要不要吃一点甜的？哎，曹太太，曹太太，哎哎，曹主任你也来了，哎，哎呀，曹主任，刚才啊在路上看到卖豆花的，给你们带两碗，谢谢，真不好意思。丁太太是不是人不舒服啊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我就在这打个瞌睡，一站起来有点头晕，没事没事。哦，没事没事。家里有没有血压计？拿出来量一下。哎，好。哎，没有，我每天都量的，很正常。还正常呢，有好几天了，胃口都不好。昨天晚上呢，都还没吃晚饭。胃口一直不好，这要注意啊，而且要找出原因来啊。没有元气哦，还是要检查一下比较好。老婆，你看，曹主任都说了，咱们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。呀，别，曹主任，别听他的。我就是年纪大了一点，这个体力精神当然没有年轻的好嘛。我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哎呀，那两位里边请，请坐，请坐，请进去。里边坐，来，我来请坐，请坐，来来来来。姐，哎，不是明天才来吗？来，哎呦，郝伟老师今天请假哦。我想说没事啊，我就先回来了。
那你早点跟我说嘛，我可以去高铁站接你啊。哎呀，不用啦，那么麻烦干嘛？高铁站外面不是有排班的建车吗？我叫了就回来啦。你干嘛？没有啊。你不要时时刻刻把我当成病人一样看待，好不好？自己可以的。我哪有？没有，没有就不会亲娘去美国出差，就急着把我叫回来，说要陪你。那庆香出国，你不是一个人吗？我也一个人啊。那姐夫嘞？哎，他去屏东了啦，所以才叫你来陪我啊。你看嘉义这么多好吃好玩的东西，我们可以一起去逛逛。嗯，那你要带我去哪里？今天晚上要吃什么？待会你先把行李放上去，然后看你想吃什么，我去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走。看什么？看你的背啊，好像又可以挺直嘞。看出来了。啊？我最近做得很认真，你的腰也不痛了。哎，哦。你干嘛？哦，我做家事也会腰痛啊。我想跟你学做一做看。哎，你来教我一下吧。啊？你没有热身就做，小心受伤了。哎。我可是知道腰痛有多难受，你别跟我一样啊！哎呀，阔胸，哎呀，拉脊椎，哇，两腿开开，哦，动作还挺熟吧？啊，还可以。哦，哎，说真的，你现在快好又还没有好，一定要特别小心啊！我知道。你不要因为觉得啊你快好了，就把行程排得满满的，特别操劳，像什么家访啦，还有看诊呐，知道没？那没办法，那是必须的呀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他把东西都放得乱七八糟的。不是啊，之前你不是听那个谁说的，然后买了一大堆的保健食品吗？你又不吃，还骂我浪费。那你现在找他干嘛？我之前听你说，那固元气啊、抗氧化什么的，我找出来给你吃啊。哎，不用了，那都过期了啦。过期了。有那么久吗？哎，好像就这个吧。还真的受潮，都粘在一块儿了。哎呀，扔了，都扔了啊！哎，老婆，这个扔了没关系，可是这个钱必须得花，你得跟那个朋友联络一下，让他再送一些过来啊。还有，这个，我都帮你挂好号了。挂号？哎，健康检查。哎呀，我又没事儿，这检查什么呀？哎，不，老婆，哎呀，人家曹主任都说了，营养很重要，检查出身体的毛病也很重要啊。检查要花钱哎，老弟，要花钱，你舍得吗？我，万一检查出来真有什么问题，那可是要花大钱的，怎么办嘛？嘿，那也没办法。哎，老婆，你怎么不反过来想？如果检查出来没事呢，咱们就可以好好吃、好好睡、好好过日子了。可我不敢。这有什么好不敢的？这只要到了医院……哎呀，我只要一想到那个什么照胃镜、大肠镜的，我不去。不行，一定得去。我都跟人家已经安排好了。我真不去。
老婆，老丁，你，姐，在干嘛？在做马铃薯面疙瘩。哎，很奇怪哎，我这几次做都做不出来餐厅的那个口感，不是太软就是太硬。那么慎重，你要请客啊？没有啦，我去做志工的那个地方，大家都会轮流做拿手菜。嗯，我每一次都做家常菜，我怕他们吃腻了，所以想说啊，换一点特别的。来，交给我，这道菜我很熟，帮你。你行不行啊？行，我先洗手。小贝跟丽凡在美国，我也没有机会做菜给别人吃。刚好啊，借这次的机会验收一下我上课的成绩。呀，姐，干嘛？没有，我在想。这道菜我也不熟，不然那天你跟我一起去好不好？我啊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反正我现在有的是时间。但你们是几个人要吃啊？不多，二三十个吧。二三十个，可以。那你先去烧水。好。老弟，在啊。哎，老冯。进来，进来坐。老子，哎，来，坐。行程表来了，两天一夜到宜兰。哎，你看，我都忘了这回事了。我看我还是不去了，你帮我跟会长取消吧，我就不去了。哎，去年呢，在那个雪隧里头塞车，把我憋尿憋的，哎呀，算了。我不去了，去了。这同乡会一年聚一次，那可是见一次少一次啊。嫂子，谢谢，我不去。老婆，老冯他说的没错，我们到宜兰去走走散散心，说不定身体真的就精神了。是啊，嫂子，这老温在家里容易闷出病来的。我对旅游没兴趣。再说了，你们在车上都要唱歌，我又不会唱，会扫兴的。还是你们去吧，看家啊。啊，你看家？就你这身子？我可不放心。不行，你不去的话，那我就不去了。去吧，这阵子你在家也闷得慌，出去走走挺好的呀。再说了，你不是让我去做检查吗？那我得在家养着，这一路折腾，那万一我有……不对，说什么话呢？你这是，老婆，那你不去，我真的一块儿去了？去吧，等你回来，我们正好去做检查。哎，对，老丁啊，去吧。这曹医生开的药啊，我给你放袋子里，你记得吃啊。哎呀，你自己才是呢，记得按时吃药吃饭啊。你要不想煮呢，别省，出去吃。哟，什么时候对我这么大方呀？老婆，我平常抠门，对你我什么时候小气过？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没事儿啊，尽量挑好的贵的吃。我绝对不说话。对了，今天有事的时候啊，就打我电话啊。哎呀，那你得记得接呀，你别老是忘记你自己的电话铃声，以为是别人的电话。没事，我把声音调大。啊，音量调大了，绝对听得到的。好了，没事，你出门我放假啊。好，来，我来替，来。进去吧，好，我走了，安全啊。好，自个儿在家小心啊。哎，
同学早安啊。怎么样？特别吧？你们办活动就在我地方办啊？是不是让你大开眼界啊？走，我先带你到厨房啊。喜欢了，好，等一下吃啊。好，没问题。老师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？要，三个萝卜来。萝卜是不是？三加三一等于二。然后有个喝水呛到，喉咙肺炎。对。但是很麻烦，你又不能说因为怕得到这些猫眼，你水都不喝了。很多失智的老人家常常都有一样的毛病。你比方说。泌尿道的感染呢，啊，有的喝水呛到得肺炎呢。你来照顾我来，啊，来来来，我要光辉。雪茄，哎，干嘛呢？啊，曹爸，我今天把心仪带来了。哎，你不要过去，不要担心他，你去忙你的，大伙儿等吃饭啊，行吗？去忙去忙。雪茄，哎，曹爸，你在干嘛？我查某囝哦，给我买这束衫，我特别穿来给你看呢，不水不？哎，阿霞，你是敢有听到？阿妈，我不是阿霞啦，佮搞我骗，你叫是讲你久无来，我都会袂记你哦。我记得哦，也真好诶，莫乌白搞我骗啦。你这衫足水诶啦。啊，这布料吼，看起嘛足好诶。欢迎你啊！所以你没告诉他？还没有。我如果跟他讲这是失智者的据点，他根本就不会来啊。但草马，我这样做对他算是好的吧？那你怎么跟他说？骗他？也不算是啦，我就跟他说是医院志工的活动。那还是骗啊？我起码是善意的啊。哎，这款查某囝买给我的新衫呢，不是吧？刚刚拉着你说话那个阿嬷。中度失智了，很热情，很开朗，就喜欢人家注意他。没想到会在这看到你啊！我是来，来，没事儿，放轻松。都市里很难找到这么一块幽静的地方，在这儿，大家来吃吃喝喝聊聊，不想说话也没关系，看看龙眼树，听听风的声音，听听歌声，
不是一个很好的享受吗？在这里可以真正的放松。开饭喽！雪霞煮了好吃的面跟汤给大家吃哦，吃热吃，吃热吃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吃鱼哦，吃哦，吃饭吧，来，吃饭喽。我是来帮罗雪霞煮饭的啦。你觉得呢？那受益人的名字，受益人的话有照你的意思做更改，在这个地方您看一下。来啦！对啊，有面疙瘩要不要吃？啊，没关系，我来接阿妈。啊，好好好。杨阿妈，你早把孙来叫你回去啊！来来来，哎，你叫孙。阿妈要走了。再见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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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阿妈，阿妈，我坐一等你。好，再见。好，拜拜。阿妈再见哦。阿妈，谢你哈，阿妈。再见啦，阿妈。阿丁，你是阿嬷，我阿霞。阿姐哦，是阮小妹啦，伊叫做心仪，头一遍来遮。哦，恁是姊妹哦。嘿嘿嘿嘿，我拄只认着人。啊，再见哦。啊好，阿嬷再见了哈。再见。小心啊，阿嬷再见。刚刚什么情况？刚阿妈把我当成你了啦，她又一直讲话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我都端我自己是阿哈啦。你就是顺着狮子老人的话跟他聊天就对啦，做得很棒。阿哈，哎，你小妹很好哦，已经好啦。阿妈谢谢，再见，再见哦。哦，再见啦！好，再见，再见。来哦，来，我咱两家坐吼，外口风足透的，我惊你伫扇风哦，会头壳疼哦。你对我足好呢，我甲你加薪。阿公，我是志工啦，你唔免甲我加薪啦。不，一定爱。好。来来来。哦，安尼。一张。一张吼，好，一张。两张。两张哦。五张。照顾失智的长辈啊，就像照顾。一般正常的长辈一样，
你姐常来这里，大家都很喜欢她。但阿公还记得她吗？她不是已经失智了吗？这边的长者啊，他们不一定会特别的记住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件事情，但是只要你陪伴过他，照顾过他，他们都可以感受得到。哦，是吗？嗯，你看，这边呢，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，有人生病了，大家会互相照顾；有人累了呢，就会互相支援，没有再分彼此的。姐哦，这都变好歪了。哇，那也真好。但是，有失智症的家庭，不管是照顾者还是被照顾者，都很累，根本就快乐不起来啊。但是你看他们，还有这个阿公，都在笑哎。这就是互助家庭神奇的地方。他们来这里啊，交流彼此的经验，分享解决问题的办法。然后就有勇气去面对明天了。他们原本的互相不认识的，失智症把他们连接在一起，见面次数多了成了好朋友了，彼此关心，互相帮助。一个简单的游戏可以让他们开心半天。我真的还蛮意外的，没想到您这位医生还能为失智症患者设想那么周到，甚至亲自来这边照顾他们。在我心里啊，他们就像我的亲人。曹医师，为什么你要一直拍他们？是怕忘记他们吗？我不是怕忘记，我是随时在创造新的记忆。曹爸的错骨神经痛啊，都已经开过两次刀了，但是他还是常常忍着痛去互助家庭。他真的好有活力哦，都有点年纪的人了，但他的行动力一点都不输给年轻人。你看曹妈也是啊，我当初就是被他们感动，所以才会加入志工的。我看得出来你在那里当志工很开心。你会不会生气？我今天什么都没有跟你讲，就带你去那里。不会啦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反而要谢谢你，谢谢你带我认识这样的团体，让我知道失智症患者也可以活得那么有尊严。早知道你会这样想哦，你一到嘉义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带你去了。害我还怕得要死。你知道我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我已经开始接受这个发生在我生命中的大意外。因为曹爸还有其他人，今天去了一个神奇的地方，我决定跟他们一样，从意外的惊喜中创造快乐的记忆。
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来给你买了你爱吃的东西。来，拿一个。哎呦，我手脏。啊，来来，我来帮你。哎呦。来来，吃一个马吉，好不好吃啊？嗯，你还记得我爱吃这个？哎呦，我老婆这点小嗜好，我哪能忘呢？打从出门呐，我就一直想着要买要买要买。哎，一路上我念念念念念的，那老冯他都快疯了都。来，我吃个吃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了？有时间就多休息嘛，你干嘛又包起饺子来了？多包点儿，搁冰箱冻着。你肚子饿可以下水饺吃啊。再说也好过天天吃汤面吃便当是吧？谢谢老婆。嗯。哎，说真的。嗯。我不在这两天，你还好吗？有按时吃饭吗？放心，你不在家呀、啊。哎呀，我耳根清净，我吃得下睡得着。嗯，啊，那这么说起来，为了你身体好，我以后还得常出去了。去去去去去！啊，对对对，赶紧把这个收到里面去，顺便去洗把脸啊！啊，我要包饺子了。我收起来，我洗干净。哎呦，我来帮你包饺子啊！好。老婆，起床哦，早点给你买回来了。哎呀，你爱吃的烧饼。老婆，快点啊，吃完了我们还去做检查呢。啊，时间都安排好了，赶紧的，医院是不等人的啊。哎，糟了，都忘了，检查之前不能吃东西。哎，老婆，先把我们东西带着啊。等检查完了，我们再吃吧。啊，老婆，起床了，赶紧的，快，准备去医院，快起来了。丁来生，拿，走了。还说还不能浇水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浇水。想不通，睡觉前还好好的，怎么睡个觉就走得那么突然了？是不是怕你担心身体不舒服？他也没说。可能啊，我们两个都说好了要去做检查，那医院那边我都已经预定好了。
心脏这毛病很难越掉，那是说走就走的。哎，都怪我，都是我的疏忽。我要是待在家里啊，说不定就能够及早发现。这都是命。 阎王要人啥时候走，躲都躲不掉。想开一点。哎，你儿子呢？你不能老是这样一个人过日子吧？我儿子，我还有儿子吗？我怪我害死了他妈。 回来办完丧事，一句话都没说，转头就走了。这对父子啊，嫂子都走了，也该和解了吧？哇！ 好快就到嘉义了，因为你妈人在嘉义啊。嗯，妈在哪？家就在哪。要是知道啊，你们这么想念你妈，应该早一点让你们回来的。爸，我们一趟回来的机票这么贵耶，妈要是知道的哦，你一定会被骂。不会啦，这是惊喜啊，她看到你们两个肯定会尖叫的。<笑>爸，妈妈不喜欢惊喜。嗯，不会啦。 小贝，有件事先跟你们说一下。什么事这么慎重啊？跟妈有关啊？妈怎么了？你妈妈她辞职了。啊！妈这么重视工作，怎么会辞职啊？你妈做这个工作啊，超过20多年了，难免会有倦怠感。她说想要休息一阵子。难怪跑来阿姨家度假。不过辞职也好了，我还担心哦，我们两个专程回来，她要整天忙工作，不理我。 妈真的没事啊？没事啦，就是先跟你们说一声，免得你们看到你妈问东问西的，惹她心烦。嗯，没事就好。妈这么热爱工作，要她辞职哦，她一定很舍不得。放心，我们很懂事，不会乱讲话。嗯，那就好，走吧，走。 不是只有我，还有。谁啊？妈！Surprise！妈！你们怎么也回来了？啊！林勇，我看到你们两个，我们真的好开心哦。我也很开心。对呀。谢谢你把他们两个带回来。妈，你变了，你居然没有说。 我讨厌意料之外，你给我照规矩来。我就知道把人带回来是对的。我们要从意外的惊喜中呢，创造快乐的记忆。
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不是每天都在创造记忆吗？对啊。小贝，你跟弟弟先把行李拿去楼上放。哦，好。那我们要睡哪一间啊？空的房间都可以睡。阿姨在家吗？不在。看他们的表情，你应该还没跟他们说。说了一半，说你辞职了，说你想要休息一阵子。谢谢你。陈宝卡，陈宝卡，陈宝卡，就剩我一个人，我怎么办？有没有人做饭给我吃？我一孤孤单单，又没人理我。老婆，我好想你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你啊，意外说来就来，这人说走就走了。活在当下，珍惜当下。我之所以会辞职，是因为
我得了阿兹海默症。我还是你儿子哎。你问一句，儿子啊，你在台北过得好不好？很难吗？春去秋来，花谢未再开。你说人会离去，但是爱一直都在。如果没有明天，至少把我现在。